炉石传说这个游戏要用脑子玩，自作聪明。先别急着笑，不许笑。所以我给他打一分。这次我可以再问你们一次，你们看我屌吗？那岂不是我今天回来就傻逼了？我也岂不是我今天好屌的？炉石传说真你妈好玩！Oh my god, that is not good for the game, is it? Oh, that guy did not get Nosdomo with your heart out.这他妈的才是真的便捷，便捷我只认尤哥萨隆的仆从。这波场我好像解不掉了呀。觉得我赢不了嘞，下轮我不够吧？看一下，三张，三张，两张。哇，正好差一倍。凡人的生命短暂，脆弱，毫无意义。谢谢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没见过这么厉害的，我正愁做不完任务怎么办，他帮我把任务做完了。为什么要那么皮呢？来个加血！哎呀，这要是那个655卡两倍的法术的那个就好了，他下路快要研爆了。我有没有什么能防研爆的牌啊？上钩了！
我这个过一个试血能赢。试血。宝哥出现了，你他妈够吧，你是不是没玩过这个游戏啊？我他妈要笑出声来了，哈哈哈，我操，你他妈是个逗逼吧，哇，他在干嘛，他在干嘛，大家快看，すぐ楽にしてやる。ごたくはいらんぞ。他在坚持什么呀？我去！又来了，我去！我受不了了！怎么又是一个复制我这个黑暗之主的人啊？真的不对吧，复制所有受伤的友方随从，复制完了之后你告诉我是个沉睡的吗？哪有这种事情的。突然翻滚交通，哦，这蛇骨白痴要八倍嘻嘻，吃完之后不能再进化，这样他全部走脸位置。其实我觉得打脸也可以啊，如果我打脸的话我也快叫杀了。哎，我已经叫杀了。哎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他肯定不讲赢了，赢了，游戏结束。哎，嘿嘿，要召唤我，我砍一个一攻我也死了，超不通才行，我必须要超不通我才能，超不通的话我还能回一点血。啊，他输了，他输了，他已经明白方了。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已经看明白了，看明白了吗？他最强的 combo 就是下回可以出一个64。无魔骨就邪针。我们面面部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牌库里面埋了5个蜘蛛，随便出来一个他都受不了。加一点毒蘑菇，再加一个旧邪针，算无一策。Kleine Krokodil, komm aus Ägypten, das liegt direkt am Nil. Zuerst lag ich in einem Ei, dann schnie, schnau, schnappte ich mich frei. 算无一策。Schnie, schnau, schnapp. Judgment Nights of.虽然说这把肯定赢了，但下个回合我给大家演示一波教徒书贩的亵渎，好吧？我这里肯定是能有扭曲虚空解的战力，但是我不想扭曲虚空解。我给大家演示一波有教徒书贩的亵渎。然后这里呢，肯定是先撞一下这个，然后这个相当于是个三，相当于是个四，相当于这里有个四，我不需要四，需要的是五。五的话，我这个是六，这个不能当五，这个只能当六，那么我需要一个五。如果五的话，这里应该是留两点血，那么这两个应该是撞这个。好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这个既是二又是五，
既是二又是五，那么这个是六，我需要一个七，这两个撞这个，这个是七，这个是七，对，这两个撞这个，这个是七，然后我需要一个八，需要一个八，需要一个八，这个撞这个是八，那么相当于八有了，九有没有？没有九，十有没有？十一。新版本炉石不会玩了，解惑去哪里？千万营地老哥贴心解答，还有骗你和卡的良心卡组推荐，教你尽量走脸的专业攻略，尽在旅法师营地。玩炉石上营地就是这么细。心肠，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。